这个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一个产品哈，360度的全身贴的一个机壳哈，可以看到这个整体模具还是开得很特别的哈。然后的话呢，配合这一个机壳的话呢，会有前贴会有一块透明的一块玻璃啊。那么怎么样去安装呢？首先这里是一个iPhone 5.5的一款真机，然后贴之前呢，先将前壳套上。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前壳这个细节特写一下，可以了吧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后贴的安装。非常好哈，然后我们再把前面的玻璃贴上。可以看一下哈，我们